唱得好，小模样啊也还行，主要是啊年轻水灵。对啊，年轻水灵符合您的胃口。心照不宣，心照不宣。还有一件事儿，既然是碰上了，也省得我再跑一趟了。什么事儿啊？我是来啊请这两位角儿参加今天晚上冈田大佐的接风盛宴的。你也得来呀。这冈田大佐什么人？哎呦，那是晴川队长请来的贵宾，这个人物那还了得呀，晴川队长都对他礼上有加。行，这晴川队长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我晚上肯定到。哎，一言为定。哎，晚上见。啊，晚上见。你忙你忙，我忙跟他说。谢谢晴川队长，有事耽搁了。哎呀，老朽等候多时了。晴川队长，冈田大佐，张参议，你怎么也来了？没有，那个我皇叔说今天晚上有位重要的客人，我过来跟着凑凑热闹。哎，对，是我请张参议来的。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战斗英雄，昔日的陆军大佐冈田有生。冈田大佐，幸会。哦，张参议是吧？我听说过你救金王的事情了，你的运气很不错嘛。我们在战场上征战多年才能得来的荣誉，你就替秦王挡了个子弹，就什么都有了。哼，这个世界可真不公平啊。冈田大佐是这样啊，你呢可能不了解我，我这人呢这一生呢就是运气好，是吧，秦川队长？运气好。来，三位请吧。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来吧。哟，我的两位角儿来了。哎呀，你们可来了，快点，来，见过秦川队长和冈田大佐，快。哦，漂亮啊。黄老爷，对不住啊，刚才有事儿耽搁了，您别见怪。啊，没关系，现在演吧，冈田大佐都等急了。黄老爷，晚上我们剧院还有戏，我们过来只是跟您打声招呼，还请您行个方便。什么？你们要走啊？实在对不住，今天晚上我们戏院那嘎子真有戏。大哥儿，你们这是不给我面子吗？冈田大佐，您消消气儿啊，这个今天主要是为了给您接风，这不必要，因为他们两个在。那位是非让他们唱给我听呢？嗯，好。哎呀，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唱啊！黄老爷，戏比天大这个道理您明白吧？冈田大佐，要不是这样啊，这二人转我也学过，要不一会儿喝完酒我给你唱两段。你的没意思，你对不上花姑娘。冈田君，何必再为难他们呢？怎么，你也不给我面子吗？你们可以走了。给我站住！耿帝君，我不希望你因为一点酒而失去了尊严。老爷儿，那个，说什么呢？晴川队长让你们俩走，赶紧走啊！何乐先生，哎，多谢你深情款待，我还有事，先走了。哎，您，冈田大佐，我也吃好了，慢慢吃。大侄子，怎么你也走啊？真是。行。哎呀，儿子。哎，冈田大佐，您看这事儿给闹的，都怪我照顾不周啊！来，我陪您喝。你都给，我要还给你。花姑娘，来，都过来。陪酒。哎呀，花姑娘给我全席。不要拦我！慢点，你不要拦，慢点。冈田大佐，您慢点。冈田大佐，慢点。哎，冈田大佐，来，看戏啊，在那头。别介，冈田大佐，这是后台。我看后台，你躲开。
后台的好，我就喜欢这个。大姐大姐，我就在那边，我发工资了。别你了，别，我的美人，我的花姑娘，过来，他把我抢。让台上坐，站起来，我们去看戏了。躲开你吧，我那个王八蛋，你干什么你？大姐，别走。你这个中国人，你敢打我？哎，死不死呀？来吧，美人。お方大佐、何を言ってんですか。お前関係ねえだろ。どけ。申し訳ないが、晴川大佐の命令、浜島の治安を妨害する者身分問わず、まず憲兵隊に行かせるのだ。何？出てる。出る。出る。这犊子玩意儿啊，再让我碰着他，我非弄死他不可。算了，包子，反正他对我也没怎么样，别因为他误了我们的大事。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那小鬼子也太欺负人了吧。我说包子，你可千万不能胡来啊。放心吧，任务没完成之前我是不会乱来的。那你说什么？当天大佐，我说我们家老爷已经睡了。你，干太大佐，你王大爷啊，我要的人呢？不，干太大佐，您不是在玉峰堂吗？怎么跑我这儿来找人呢？不，找谁呀？我要的那个颤破天呢？不，你看啊，那个玉峰堂的闺女多好啊。再说了，这事讲究两厢情愿。那个唱破天要死要活的，也扰了您的性子不是啊？我不管，我岗田看中的人，你必须给我弄到手。哎呦，难呐，你这不是难为老朽吗？不，我好说呀。可是秦川队长他，秦川，哼，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你不要跟我提他。我告诉你，今天你要是不给我想出一个办法来，我就一把火点了你这里。别！哎，怎么回事啊？冈田大佐，您怎么在这儿啊？你问你爹吧。啊，爹，怎么回事啊？冈田大佐呀，非得要唱破天，还说今天晚上必须把他拿下，不然的话，就把咱们家房子给烧了。你跟他说说，冈田大佐，这个事儿，您看这样行吗？您先回去，我跟我爹商量一下这个事儿，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嗯，真的吗？您放心。嗯，但是可不能让我等得太久了。一定。小心你们家的房子。不。您慢，慢走啊，管家送一下。哎，哎呦我的妈！哎，爹，您坐下。这可怎么办呢？哎呀，爹，不是我说您，这种二愣子，你惹他干嘛呀？就是，都怪我呀！你说我干嘛设宴给他接风啊？你说这，既然摊上这事儿了，你赶紧的想个办法吧。想什么办法呀？你看啊，你要是不把那个唱破天给弄回来，就他那个性子，他要是发起飙来，会把咱们家房子都给点了的。哎，要不这样啊，你把那唱破天给他抓过来。爹，您是老糊涂了吗？我现在是秦川身边的红人，这时候万一要让秦川知道了，我这个警察局长还要不要做了？对，那不行。哎呀，那怎么办呢？你年轻脑子活，你这总归能想出个办法来吧。这办法也不是没有，但是呢，这就不能明着来了。
哦，不能明按着来，按着怎么来呀？谁？你们想干嘛？混蛋，你想干什么？你不是替能斩严选的吗？你要亲自让你看看我是怎么玩你的女人的。啊！我是你八辈祖宗！小鬼子，你给我放开他！君は我らに迷惑をかけすぎだ。うん。奴の問題は上層に反応するのだ。銃声。哎，听见了吗？听见了。怎么回事啊？刚才的枪声从哪传来的？不知道。听说向东边，应该是东郊小树林。これは東森の方だ。調べろ、すぐ調べろ。はい。猫子，去看看去。哎，你也去。哎，在。抓到没有？没有。大狗牙肉，笨蛋，小鬼子，赶紧把我们放了！大狗牙肉，你能打得怎么样？去死吧你！小鬼子，有本事你找你爷爷我来！你给我放开他！小鬼子，小鬼子，我这是你祖宗！我们还去拿着鸭肉袋子呢。还不死人呢？我这里有八个人，我这里还不死人呢。哎呵，喂！岡田大佐，なぜここにいるんですか？没看见那头了。よろちょっと散歩するでよ。消化不良でもダメか？では、なぜ貴族たちと一緒にいるんですか？何が嫉妬でよ。俺が道迷って彼につって聞いて。何？散歩するでもダメか？先ほどの情勢はどういうことですか？俺知らねえよ。何が情勢でよ。そこの憲兵、岡田大佐を憲兵隊に連れてけ。何？隊長、そこだ。やつを放せ。はい。媳妇儿，你醒醒啊！包子，媳妇儿，出来给，哎。对不起，让二位久等了。你少扯犊子，你们就是一帮禽兽！
咱们受了这么大委屈，说还不让说？李雪，不要激动，但是请你们放心，有我秦川在，我一定会把土匪绳之以法的。冈田呢？冈田？冈田大佐？就是这个畜生，带着一伙人把我们绑在树上，然后。可是，冈田跟我说，并不是他干的，是蒙面匪徒所为。胡说！我亲眼所见，就是他们带着一伙人干的。你为什么不去把他们抓起来？我抓他是可以的，但是这需要证据，没有证据，我怎么能抓他呢？包庇自己人？不不不，你不要这么想。这样。 我会在尽快的时间内把匪徒给你们绳之以法。今天该去很晚了，不用车。搜你们回去，有消息我就会告诉你们。不用了，我们自己有脚。走。明天咱们就要行动了，今天发生这样事儿，我心里有点不太踏实。要不我再去看看吧。不用了，明天有的忙呢，赶紧回去歇着。好嘞。 我非得把这个畜生宰了不可！不能再我求你了，你别去！不行，今天我非得把这个畜生宰了不可！不能再我求你了，咱这口气就忍了吧！人，你让我咋忍？那个畜生，那个畜生，别怪我呀！我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我还算什么爷们儿？我们算什么男人？算啥？我是求求你了，你听我说。 小倉さん、よくなったか？なんだ、わしのこと心配してるか？あれか、お前の心配それだけじゃないだろう。何かあればはっきり言う。まくり言い方するな。遠回しではなく、案件情報を確認はしないと。合理的な説明をくれてほしい。何？ わしよとのこと信じれないのか？あんたの意味はわしが彼らを夜がしぬのですか？激動しないで。じゃあ言う通りにもっと説明してください。高さんと酒を飲んだ後、散歩に行った。そして道を迷って、その後覆面の奴らが張本を凶悪すると見た。そうでしょう？ そうよ。どうした？何か悪いか？どうやって聞かした？覆面にやられた。あれ？俺も知りたいねよ。あれかわ。わしもあんた聞きたいことあるよ。浜島の治安はなぜこのぐらい悪くなってるか？あ？模範投資の良しはどこにあるか？人が多く、庶民の生活が困っている。
わしは小林さんのところにお前を告発するよ。もういい。もう言い訳をすんじゃない。チップの言ってること分かってんのか。本当にハッチった。アホ。なぜ帝国優秀の軍人の名誉を汚せるか。以前は先導へよけど、今は恥ずかしくもう。あなたがやったことは久保大佐に正直報告するので、お前は好きにしろ。お前、お前汚いのやつだ。畜生。车上装的什么东西？都是一些草药。草药？没关系，走吧。哎，谢谢，谢谢长官。走走。少爷，一切准备就绪了，大巴拉他们已经行动了。晚上九点准时行动，以李炮生为令。今天晚上的宴会你们就不能参加了，非常抱歉，我有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们。队长，参不参加宴会没关系，完成您交代的任务才是最重要的。黄局长，你把你得力的手下埋伏在宪兵队周围，此时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是。腾云，
你派宪兵隐蔽在冰岛城东南西北四个城门，一定要保密。嗨，把张来才带到我的住所，你亲自带领一队精锐的宪兵负责开押。队长，张来才已经没有用处了，你为什么还留着他？我要跟他们赌一把。张老板，欢迎欢迎欢迎，快快快，里边请里边请，来喝一杯。哎呀，欢迎欢迎欢迎，里边请里边请。哎呦，大侄子，你怎么才来呀？不好意思啊，中秋快乐。哎，中秋快乐。黄老爷请。哎，好好好好，来来，快里边请，好好请。哎呦，这不张公子吗？崔小姐，好久没见啊！喝一杯，喝一杯。啊，不行，那个今天就不喝酒了。中秋快乐，咱改天咱单喝。那好吧，那我等你啊。我等你啊！不认识你叫他干什么呀？那就随便一叫吧，要不然你叫什么名字？张子宇，张太太。晴川队长，中秋快乐啊！中秋快乐。张太太，这些衣服真漂亮。晴川队长，我一个乡下女人。随便穿穿。嗯，张太太越来越会说话了。发给儿子，又发给你那个。给。冈田大佐，中秋快乐。中秋快乐。眼睛怎么了？有点小毛病。我不会是看了不该看的东西看多了吧？那你说什么？哎，他是开玩笑的。晴川队长，你们先聊，我们过去转转。哎，好嘞，跟我哥。この酒で乾杯しましょうか。なんでそんなに身がして？ここから手が入りました。やっぱりわしの方が悪かった。よろしいでください。もう大丈夫だ。気にしなくてい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さあ、おいで。来，您慢走。几位找地儿吃饭的吧？我们这儿大众小炒，物美价廉。里边看看。好嘞，里边请。哎，客官，您这要住店呢？哦，我们这有单人间、双人间、三人间、四人间、五人间。给我们开几间房？哎，好嘞，好嘞，楼上请，楼上请。好了啊，中秋快乐啊，中秋快乐。张翠云，张太太。哎，秦川队长，请这桌坐吧。啊，不了，我们就坐这桌吧。哎，唐老上那边坐吧，唐老德高望重的。嗯，请吧。秦川队长，马上就可以开始了，您稍后。好。
二位角儿忙着呢。哎呀，昨天晚上的事儿啊，实在是过意不去，让二位受委屈了。千万不能影响今天晚上的演出，今天晚上说什么也不能给我演砸了，啊！放心吧，黄老爷子，今儿晚上一定让您看一出您这辈子都没看过的大戏。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演好了，赏钱加倍。二位角儿，码钱点啊！诸位诸位，都过来了！哎，老夫人，都过来，都过来，过来了！啊，咱们马上开始了啊！好，好，开始。我呢，先上台给大家讲几句。各位太君，各位冰岛市政府和驻军的官兵，各位绅士代表，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前来参加今年的中秋大宴。金秋八月，硕果累累，在这丰收的季节呀，我黄武德向一直支持冰岛大东亚共荣圈建设的各界有识之士表示诚挚的感谢。在此啊，我要特别感谢的是晴川队长，没有他的日夜辛劳，就不会有我们冰岛是今天的安定，所以我要向他深深的鞠一躬。最后祝大家节日愉快，身体健康。接下来呀，我给大家从奉天请来了两位唱红了东北的名角儿，小包子和唱破天，给大家表演二人转，大家鼓掌欢迎啊！咸菜碟呀，哎呀！听说你出征啊，要把奴撇呀，我心里有话啊，对谁去学呀？昨夜晚你哭哭了大半夜呀，说起来呀，可挺绝呀，一夜没睡不觉眠呀。他的爹呀，哎呀！你走后撇下我哥，你家那大少爷呀，他怎能好好的呀？把文武学呀，又是打仗想起了你呀，又喊娘啊，又喊爹。心里凉半截啊，我嘴里有话啊，只好往肚里噎呀，你们男人做事啊，心肠似铁呀，动不动就把奴家你来撇呀，爱贪赌气你不见哪，执念把咱进南街呀，我气儿开了，没人给爷呀，谁给我提提呀？红绣花鞋呀，抓住那小鬼子，一撅他两截呀，
鬼子去死啊！准备的，一地拖拉机，基本的武器你开的，
一体あんたは何をしたいのよ。いいの、岡田君。自分の考えがある。阿久君。大将、上州の大薬庫と王太子を保有の庫、文字くだいない。向こうの支援要請が来た。これは敵の策の可能性が高い。持ちこたえと伝え、少なく一時間だ。はい。もういいですよ。早く県民でから大敗応援するよ。応援する。いやいや。奴らの目的は城内だと思う。王太子的奥运路口啊，爆破开始了！